炸酱面，今天这个是。这炸酱面19.90块，不咸啊，老铁们，它是跟那个韩国炸酱面一样，就那个口味的。这炸酱面性价比超级超级高。视频下面有链接，想尝试的姊妹咱们可以拍一单试试，超好吃。这个是国产的炸酱面，叫老北京炸酱面，但是跟咱们以前吃那个就三养那个炸酱面味道差不多。你们打开看一眼什么样的，里面的面饼是这个样子的，里面两包调料，一包酱料包，一包这个干条，里面是芝麻和海苔。我感觉这个比以前吃那个三养的好吃。